这一到过年呢，我是又开心又着急。开心的是终于有点功夫能在家里喝点酒看看电视了，着急的是我媳妇儿给我布置了一堆任务，什么买年货呀，啊买春联啊，包饺子呀。但是呢，你想这个心情郁闷怎么办呢？就得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我想了一好办法，哎，刚才站在那儿，我听他们几个人唱那快板，快板我也会啊，这一打起来它有节奏啊，我给它起个名，这叫快乐节奏，这么一唱准能把这些烦恼给忘了。我试试。这个打竹板，心别急，咱们跟着节奏想问题。今天这个任务真不少，咱得一样一样完成了。按快乐节奏这么一唱，您猜怎么着？所有的烦恼全都忘。哎呀，你看，果然唱这么两句就舒坦多了。我呀，赶紧买东西去啊，上地铁。因为大孙女啊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好容易回来一趟，就别出去跑了，在家吃吃饺子，聊聊天，多好、嗯、都什么年代了，爷啊，唱 K 多时尚呀！时尚，过年过节的就得在家团圆，你老时尚，那谁还得陪我在家聊天啊？不让你去，爷呀、啊，你也太落伍了！我怎么落伍了？你不行去啊，在家吃饺子，我帮帮他们，吃饺子。遇到这个问题先别急，节奏能解决大问题。您节奏，我会这个啊，会这说呀，快的、啊、节奏说呀，那来，好不容易孙女儿回家，我高高兴兴吃顿饺子。我这个节、啊、太快了，太刺激了，我这个太快了，还有。爷爷，您的节奏实在太慢了，时尚的旋律应该配合歌词来变化。墨守成规的爷爷，跟我一起倒过吧。你这多好，这没听清说的是什么？你这是跟爷爷带节奏啊？嘿，你真以为我不会啊？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。轻点，吓爷爷一跳，跟爷爷回家唱歌去。哎呀，瞧怎么样？一唱他就开心了。我这办法呀，还是行之有效。哎、老弟，你咋了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晃来晃去啊？姐，头都晕，愁得慌。又来一发愁的，我再启发启发他。哎，小伙子、嗯，你也别发愁，你也别难受，你试一试，说话全都带节奏。我的烦心事太多，你一样一样慢慢说呀。又来了，走。工作上实在不如意，30岁了还没升职加薪，我怕明年还是这样子。别怕，明年你31。哎，明年怎么聊天呢？这回啊，我启发启发他们，来，给我点节奏，走。嗯，人生有很多不快乐，但是快乐总比那不快乐多。我有时候也惆怅，一无所有。你不是还有脸吗？他没在节奏上。哎，这么一对比、啊、我高兴多了，谢谢大哥。什么人呢这是啊，一听说有人不如他马上就平衡了。不是，你们俩现在弄得我不开心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不我给您唱一段高兴的好不好？高兴的快乐节奏。正月里来正月正，锣鼓
唱完了，我这心情好多了。是吧？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是不是？那祝你们新年愉快！谢谢大哥，新年快乐！那我们走了，大哥。对，再见。黄国伦，你摆什么谱啊？脾气大是不是？你有什么不开心？你说啊，说出来。哟呵，来两口子打架的。我跟您说啊，大过节的别打架，咱们顺着节奏好好说话。嗯，那我就好好说话。对啊，离婚吧。什么？别离婚呐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顺着节奏。今天晚上你的话很少，不知道爱情跑哪去了。好狠心的男人，你竟敢要离婚。你好粗鲁啊。是谁说要陪我到老？曾经的热情如火，现在却已寒冷如冰，没什么可以拯救我们麻木的爱情。你无视我的爱，让我很伤心。哎呦，又叫你别伤心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就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唯一。你再撒谎，你又撒谎，你还撒谎，你满口说爱我，我才不相信，怕你手动着，我为你织手套，你不但不感谢我，你还对我大吵又大闹，我对我大吵又大闹，对我大吼又大叫，对我大吼又大。我为什么要大叫？真相是，给我织手套，我应该很高兴。但是你拿来的创意要拆了我的毛衣，你看看我的新毛衣，活生生被拆了一颗心。你怎么缺心眼？我怎么不生气？哎，行了，两口子把话都说破，到头来都是你的错。不过呀，你媳妇唱歌真好听，有潜力当个大明星。这位先生您过奖，我丈夫唱歌比我强，他的歌声让人醉，能开鸟巢演唱会。是，我已在鸟巢开过成功的演唱会，接下来我就带来我鸟巢的歌。没有不可能，不是我天真，只要能相信就会有奇迹。人呢？新年好，鸟巢见。